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意大利，欢迎收看 Make Sony 大设计。被各种老化角质和厚茧堆满的双脚，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。但是在日本，进屋叫拖鞋。此外，像是相扑、柔道等传统运动也需要光脚参与，因此脚部的护理也是绝不容忽视的。佐藤彻原来还只是一个爱抠脚的大叔，后来带着千万少女一起抠脚，身价飙至12亿元。佐藤彻为了让所有人都爱上抠脚的酸爽刺激，借钱开了一家专门研发可以脱皮产品的公司，在2011年的时候发明可以让脚部肌肤娇嫩到如同婴儿般的足膜 Baby Foot， 一经推出就受千万少女的追捧。该足膜的主要成分是温和的果酸，除了可以去除角质，它也有杀菌和保湿效果，让脚部皮肤光洁又健康。而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，首先需要将双脚洗净，之后再将这个便利袜套式足膜套在脚上，脚踝处用胶带封住，也可以在外面套一层袜子，让足膜更加贴合自己的肌肤，然后就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要是走来走去，也能更利于其充分吸收。等过了半小时，就可以将其脱掉洗净，3至7天角质就会自然脱落，全过程完全不会有痛感。1星期以后，双脚就能娇嫩到如同婴儿般的肌肤。该足套一经上市就销售了50万份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很多人都想去试试。佐藤彻还趁着热度举办了一场撕脚皮大赛，而结果就是 Baby Foot 更火了，在2016年的时候还卖出了整整2000万份。视频元素来自 Baby Foot International， 由 Max Owner 创公园翻译前期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生，我请关注 Max Owner 创公园。